老街换新，玉林十字街大电影。2024年9月5号玉林市容媒体中心报道，还有少少收尾的嘢要搞定，不过主要工程基本上完成了。9月5号朝早，在玉林十字街现场，有个工作人员一边巡视检查立面改造的效果，一边同记者讲，经过两个几月的紧张施工，十字街立面风貌改造基本上完成了。建筑风貌改造的效果令到旧街变新景，玉林十字街变新网红街区的现象越来越明显。玉林十字街立面风貌改造首先铲除了原本残旧的外墙立面建筑物，跟住再进行上色、涂料等工序，在保持原本灰色外墙风貌的同时，令到外立面突窗、西方柱式、浮雕、铁艺等墙面装饰艺术更加明显，加上在楼顶空旷的地方布置了现代化的卡通饰物，令到十字街建筑立面呈现出古今交融的独特效果。在修缮期间，尽量维持原貌，保留到的元素我们尽量保留。十字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十字街提升改造从尊重历史原真性、完整性出发，透过查阅历史资料，对建筑风貌重新梳理，基本上采取原建筑材质、色彩、元素，有机保留各个年代的文化积累和历史记忆，实现最大程度尊重历史建筑的传统风貌。据了解，玉林市玉洲区十字街片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包括街区外立面风貌改造约6万平方米，改造原有建筑 1.5 万平方米，新建游客中心约2600平方米，以及新建牌坊、古城墙、古城门等等。下一步玉林市还会结合岭南文旅资源特色，坚持历史机理和文化属性相结合，城市生活和文化体验相结合，时尚元素和地域文化相结合，传承城市文化，丰富文化供应，焕发城市中心十字街的精神和活力，令历史文化街区重现生机，再现百年相旧岭南都会的繁华景象。